译者蔡宗勋布袋报道，嘉义县布袋镇九龙李家义庙22日集结各界善心资源，包括立委蔡益瑜、泰山企业、美泰精密公司共襄盛举，办理寒冬送暖扶弱祭亭，有198户弱势户在寒冬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嘉义庙总干事戴江林指出，庙方寒冬送暖活动已连续举办18年，发放对象除公所登记有案的弱势户，还包括政府照顾不到的边缘户，依照各家状况发放每户1000至3000元的慰问金与民生物资。从一开始就响应的美泰精密老板蔡尚贤为布袋人连年回馈乡里，无私奉献，今年除捐赠近2吨白米，还准备36万元的大红包。另立委蔡益瑜寻求泰山企业联名协助，提供每户弱势户滋补养生的牛奶红豆礼盒。今天下午发放爱心物资与红包时，立委蔡益瑜的妈妈、布袋镇长陈凤梅、议员蔡伟杰等人都前来协助发放作业，希望乡亲甜蜜暖心好过年。